哎，大家玩着玩这次活动的这个交织的现实与梦，这个小游戏我还挺喜欢的，是让我们进入患者的梦中，找出梦中不合理的地方，治疗患者心理上的各种疾病。虽说它本质上就是躲猫猫的游戏改了一下，从找人变成了找东西，但是我真的感觉还挺有意思。可能是这个小游戏的形式还挺新颖的，像花车呀、战斗啊啥的，这种之前也都出过类似的，但是这个还是第一次见。也有可能是因为这 NPC 说让我去给他们治病，正好我身边也有朋友有类似的情况，我就感觉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。而且它的第一期就是在天使的馈赠里，这点不错啊、哦，提出表扬。要是结果里有提出馈赠就更好了。哎，你们是没有一种可能，就人天生对于这种找不同就没有抵抗力？小时候就玩大家来找茬啥的，长大了还这么爱玩。但是这小游戏还是太保守了，它要再难一点就好了，就是图再大一点，然后别这么快给我提示，就让我死活找不出来的那种，越难越能激发我的征服欲，尤其是那种一招找好几个小时的，我真觉得这小游戏可以再发展发展，说不定比躲猫猫还受欢迎呢。躲猫猫毕竟有很多爱人玩家不喜欢跟人联机，这游戏就不一样了，就自己闷头搁里面找，谁也不用管，谁都管不着，而且还不要求战力，属于是一种偏休闲的单机竞技类小游戏。那这时候就有人要问了，跟谁竞技呢？跟策划呗，跟米哈游呗，这要赢了，我是倍儿有成就感。期待这小游戏独立的那一天哦。